一台也按批发价出售的全新机就在华强北远望数码商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夫，关注我，为你的爱机保驾护航。今天来到华强北市场，准备给几位顾客拿几台全新原封的机器，分别是一台华为 Mate X2 代折叠屏，以及一台港版的三星 S23 Ultra。我们直接来到远望数码商城的三楼，这里是卖正品全新机的地方。我们首先拿的一台是一个华为的折叠屏 Mate X2 代，8+256G 内存，雅黑配色。这台机器在京东上的价格还要8500多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拿货价是多少。华为 Mate X2 代8+256G 内存，黑色是7470，比京东上要整整便宜1000块。紧接着我们再拿一台港版的三星 S23 Ultra 12+512G 内存，全新机带发票，可以全国联保，双卡双待，全网通 5G。这款型号我之前的视频也经常发，因为目前港版的机器是卖的最火的一款，目前市场上已经要缺货了。港版的机器都是需要过关拆封激活，但是基本都是激活2-3天的，最多不会超过一个礼拜。发票上有手机的日期，而且序列号是可以跟手机里面对得上的。我们这边拿到机器之后，只需要检查一下机身的四周，看一看有没有运输途中的磕碰与损坏。它的边框贴有原机的新机膜，完全是一个全新未使用的情况。后续可以刷一个国行系统，刷完之后和国行界面一模一样。我们来看一下六月份的拿货价，现在512G 内存的拿货只要7150，比国行整整便宜了1000多。最后我们再拿一台国行原封的14 Pro 256G 内存，这款机器目前拼多多上的价格要比市场更香，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去更便宜的地方购买。好的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关注我，买手机不迷路，再见。